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Vin， 今天是5月14号的早上8:30，今天天气也不错，现在也是要上班去了，今天有两个会要开，怎么了？门开不到，难道我忘记带锁匙了？哇塞，真的是忘记带锁匙了，要上去拿，真的是糊涂啊！就是因为你，我忘记拿，我要重新再上多一次。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，往日踏风雨兼程途，今日目不上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。在这里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只踏山风破浪，去了黑暗一趟，半空伸手给你救赎热望，只要你不能还要带上，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，让烟花偷偷吻额头，让世间美好与缓缓相扣。此时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踏风雨兼程途，今日目不上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。此刻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。刚刚开完视频，上开完会，现在这是我的午餐，现在也是等一下要泡茶喝，先吃了。家乐今天一整天熬在那个公司里面开会，视频会议累死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也没拍到什么东西给你们看，明天吧，拜拜。当世界美好与你缓缓相扣。